其实汗有两种，所以汗臭也有两种，一个是狐臭，一个是汗臭。所以我们医生真的要闻看看，有的病人觉得他是狐臭，其实他是汗臭。我们分为大小汗腺，大汗腺就是顶浆腺，有吃过那个新疆烤肉有没有？有啊，孜然粉把它，对对对，把它浓缩成100倍，100倍的炸弹的那个味道，那个就是狐臭的味道。那个呢，就是跟我们的大汗腺，我们图上面这个大汗腺的地方是有关。那大汗腺不是全身分布啦，它就在腋下。然后在我们的私密处啊，有人在耳朵也会有。那这个到青春期它就突然萌发了，就开始这个分泌的很旺盛。那产生的味道就叫做狐臭。